劳基法修法，今天在立法院再拼三读过关。上周劳工团体在立法院前激烈抗争，甚至围堵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一名林姓男子是当场被捕。警方公布了搜证画面，锁定开车冲撞和丢掷烟雾弹的群众，总共21个人，今天展开约谈。就在12月2号上午，反对砍7天国定假日的劳工团体围堵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爆发激烈推挤，有人勒住柯建铭的脖子，还有人朝他丢水瓶。警方当场将丢水的林姓男子逮捕。不过当天混乱冲突不止这一桩。有多位民众在立法院前开车冲撞警方的封锁线，甚至丢掷烟雾弹。警方透过搜证画面已经掌握到失序的群众，包括攻击柯建铭、冲撞封锁线的共有21人，明天将展开约谈。而就在同一天，立法院也将再审一例修法案。现场参加的成员有部分是工会的人员，又有一般的民众，那这些都是他们的支持者。那我们目前了解并没有特殊的帮派背景在里面。上个礼拜五发生的事情，然后你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在抗议的时候就当场要开枪换人，这有一点在进行某种打压吧。工会成员质疑警方要发动大规模的约谈是刻意要阻挠群众到立法院抗争。针对一例一修法案，劳工团体已经持续抗议4个多月，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表示该听的都已经听到了。民进党这个版本是配套，而且对劳工最好，而且照顾到整个国家未来竞争力。那明天我希望就是说大家照曹尔祥结论不占领主义台，不悲阁，那顺顺的往前走吧。柯建铭强调对民进党版本有信心，劳基法修法法案也该有个结果。不过劳工团体已经扬言要发动更大的抗争，蓝营立委也打算持续悲阁，一例一修法案要拼三读过关，将是一场硬战。记者蔡慧玲、蒋龙祥、王新中台北报道。